也想最近的速度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必胜公园所提供的节目，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着播出。有需要服务免客气，慈天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我关切多亲咱给05感恩。来人生呐、啊、吼，啊今日是拜六吼。啊，开工的开工啊啦吼，啊，过来讲拜六，哎，有诶讲礼拜六爱上班哈，还是要补啦吼。啊，咱工作中呢吼，会当安尼快乐顺利啦，开车中会当平安，最主要健康啦吼，平安吼，两项这两项顾会着吼，看下交道换一招啦吼。哎，人呢就是安尼，一天过一天。讲辛苦无事，转转身啦吼。今晚要来人生呢，啊，就是令大家欢喜的吼，听落自在快乐的。来做伙先甲听一段曲，然后再来开讲哦。一盘带走耐心去面对众生，微笑着一丝不苟，旅行天。有一天，我会如你一般，反而如失去永固自信，沉默着发出光明，反照沉沦。有一天，我会完全明白，就是真理独自复活，三世诸佛的眼睛敬仰着清香一缕，感怀天心。我会如你一般，反而如失去永固自信，沉默着发出光明，反照沉沦。有一天，我会完全明白，爱就是真理独自复活，三世诸佛的眼睛敬仰着清香一缕，感怀天心。有一天，我会完全明白，爱就是真理独自复活，三世诸佛的眼睛敬仰着清香一缕，感怀天心。三世诸佛的眼睛敬仰着清香一缕，感怀天心。
一对欧妈咪被内讧，在那讲的是师姐的问题。伊讲，哦，我呢为初二开始走足济位，往里走倒啊，哦，走倒一间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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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尼拢共走五六间。哦，人哦拢足济，但是我唔知安怎转来吼，那过转工安尼人安尼，迄行路嘛艰苦，啊，规条头壳安尼，敢那袂输要爆炸去安尼。啊，我有困呢，啊，为什么安尼？为什么睡起来会好像很累，又好像不是我以前的身体不会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跑得太累了，他这里讲的吼。啊，一个肉体一条灵啊，这是正常的人啊。啊，一个肉体有几啊条灵都无同款，就叫做共同使用。啊，你拢走遐尼济位的庙吼，啊，你甲看，人要强强滚啊，吼、哦，那一定啊有太多太多吼、哦、喜欢吼、哦、在那边玩的，吼、哦、啊嘛喜欢在那边混体的，啊也有喜欢在那边。绣春等等啊，吼啊，求母娘，还是说求神啊？你要求的是什么呢？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拜平安还是怎样啊？吼，这种叫做求。啊，这个咱嘛是入去个内底，一个肉体一条灵是正常的，但是呢，一个肉体内底来个你覅几啊条灵，迄共同使用，当然你也足忝。吼、哦，这唔是无正常啊，这就是讲困扰。困扰哈、哦、啊！一天跑太多庙了哈、哦、啊！一台车塞嘞，安尼啊，就载嘞一直弄安尼哈，这一定会很累啦。你讲你敢问我咪安尼？跟你讲，伤忝，太累了。咱人使用无正常哦，就是精气神买对嘞无正常。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哈、哦、啊，加这几天啊休困的时间，你想要去的所在，做一个个弄个完。经常哦，我们也头脑后有一些问题，哎，奇怪，回来哪样呢？较无记忆，啊，人足忝，啊，足难受的，啊，都有困啊呢，啊，一下白个精神拢袂好，啊，甲同款还阁安呢？会累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肉体的累啊，第二个是灵体的累。肉体敢袂忝？会啊，一定忝的啊，对不？啊，若有产生困扰，啊，就是第二种。肉体如果呢过度的操劳，有时阵嘛是爱食一下小块较补一下吼，啊，可以小休困一下。肉体呢负荷不了，啊，当然会累啦，吼、哦，啊，多休息，吼、哦，伊就会达达恢复。如果观念不正确的话，啊，伊就烦心烦恼啊，为什么？啊，有所挂碍啊，导致晚上呢，灵无法离体，离不开体，人就无法睡觉，那是一定的。有睡好像没睡，如果无法多充分休息，就好像手机啦，咱开几啊个程式啊，吼、哦，开了好几种、好几个程式，一直保持在运作的状态下，很快就会没电。啊、我就要比咧安尼，应该听有啦吼、哦，对啊，你也做这种程式拢甲开咧。一直保持，一直在咧运作，啊，真紧就无电啊！你来个插电，啊，咱人嘛同款啊！你去太济位，吼、哦，啊，你要爱的物件太济，你想要爱的物件太济，你想要求的物件太济，你就会乱了啦，真的会乱掉，吼、哦。所以跟咱讲者，忝唔是无理由啦，忝唔是无原因啦，吼、哦。这种习惯养成之后，你就会没完没了。哦、所以说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无法休息，那叫做垃圾双头烧，无死嘛半条命，袂使啊！所以要讲讲学习一学、哦，但是也不要太紧绷。你要学习什么都可以，那但是不要太紧绷，也不要说一定要把行程跑到晚。好、哦，这呢，这是咱家己爱看咱家己呀、哦。啊，卡在哪里？不上不下，好，你就应该要知道不进不退，好，这拢是无好的代志。所以有正确的观念，才有办法啦。好，讲放下提起，啊，要学习，哦，人嘛是要退到第二线呢，让灵做主的习惯。灵是按天理运作，它才会有办法调整观念，啊，观念才会有正确呢。好，所以人讲头壳嘛是啥，
灵性甲拖甲是一致的，你的灵性甲你的空巧，甲你聪明啊无聪明，吼、哦，这绝对是有连接的啦吼，无迄个讲无聪明的头壳去连接足好的灵性，迄嘛无可能吼、哦。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都是来要来让你知道，吼、哦，甲你建议，吼、哦，啊这呢，什么人爱负责什么，吼、哦，决定爱安怎做。这是要看你自己的精气神打得开吗、哦啊、你回来了以后你要好好的、哦、慢慢的去调整、哦、慢慢去调整，要练习让自己静下来，人才有办法退到第二线呢、哦、基本的功夫要扎实、啊、人才会静下来，要好好刻时时刻刻、哦、要用这样的方式，不是说、哦、我较紧的一定要照那个形成甲撸，一直撸撸甲完安尼哦，啊，这样是太累的吼、哦。修行无苗远啦，勤力，吼、哦，勤力这字嘛未使想过头啊。啊，因缘生这个时阵呐，你自然呐吼、哦，啊就会概念成熟，啊你就未去安尼四界恶被弄啦吼，弄甲吼人。添个过头个吼，啊！再来讲啊，我唔知吼、哦，去到一间庙啊，当来安怎啦？感觉安怎？啊，遐个庙，擦擦，你是要去遐欢喜个，要去求平安个？你是要去庙里做一挂你家己想要做、想要讲个？吼、哦，安尼回来的时候反而呢，吼、哦、啊，你会吼、哦、会有一些误解。安尼咱定讲，啊，你行一逝，吼、哦、几啊天个时间，吼、哦。让你自己呢感觉没那个自信、哦、啊回来之后又没感觉欢喜，这样的话啦、哦、以后就你就要慢慢的去调整、哦、我们庙的神、哦、都永远都在那坐，永远都在那等你，你也没给他搬刷位，千年万年他都在那等啦、哦、只是我们没活到千年万年就有影啦、哦、好好好，现在就是说咱每天都在倒数，先来讲时间会倒数啊。先来讲，咱倒数计时，不管有没有，好、哦，时间都是在让你跨过，好、哦，你每一件事都是用时间呐、啊。咱个用时间安怎？用时间去甲你，甲你的好、哦、所有的代志，因为时间会让。以前所有一切事都成为时间的过去，这样时间也是会过、啊、你跨过什么关卡，其实是时间给你跨过，不是你跨过了、哦、因为我们人、哦、放不开的是这个、哦、有时候呢、哦、不可以把那个骨头在放的、哦、往前走一步啦、哎、是不容易的事，但是在路程当中也要自己、哦、要找个伴，好，换自己，好，能够有一个不错的方法，好，让自己找到一个，好，能够好的方法去做一件你喜欢做的事，安尼你都袂困扰，哈。所以人讲物件生长，就是敢那树啊同款，敢那咱的种花同款，每天给它浇一些水，让它晒一点太阳，该休息就好好休息，该努力就好好努力，好，这呢。就是成长，每一天一点啊一点啊成长，他就会慢慢成长。同款，人跟你养一张花同款的意思。世界吼、哦、真奇妙吼、哦，但是咱讲咱人呢吼、哦，要选择什样，你会讲要选择什么是咱家己爱看咱家己的空间，安怎去选择？平常时不用特别发生什么好事啊，只要不要出现坏事就好。就是讲吼，唔免一定要有足特别的惊喜啦，足特别的过啦，哈，日子就是安尼平常过就好。用这样的方式，你就过得安宁，好、哦，安尼呢，坚强啦，吼、哦。有个人讲啊，我很胆小，不够坚强。但是长大了以后，时间久了以后，你以前的胆小也没有了，好、哦，坚强也有了。为什么？因为人拄着啊，总是。肩胛头都打会起来，好啊！你若无拄着啊，你嘛感觉讲，迄都
这个代志我没有遇到，我就不会有经验。啊，拿这个经验来，你就会看，人的充电，生活嘛是一种充电。啊，一唔好一直勉强咱家己耗尽能量，啊嘛唔好一直强制咱家己。好，无电的时阵就休困。好，要佮保留一些体力的时候，走到可以充电的角落，哎，啊，静静的，好，安尼。这就是吼，哎，咱讲扫地啦，就是扫旧的掉的，好，不该有的，不该留的，好，拢个淡掉，好，这心里的杂物就全部给它，好，得看丢到垃圾桶，哈，腾出来的空间就是你的了，哈，不要再好给自己找麻烦的了，哈，所以我讲灵修嘛，唔好给家己找麻烦。哦，你也甲家己找麻烦吼，真正回来了，你也感觉讲，那怎么会这样？啊，其实没有说谁会给你怎样，吼，拢是咱家己啦吼。家己的体力有偌济，应该做的是啥物？吼，所以一天又搁开始啊吼，早上太阳出来了，就是元月六号。吼，我们今天准备的是什么？啊，开工也好，上班也好，做任何事也好，每一项拢甲咱的孙爷孙姐，吼，讲一句顺利平安，吼，顺遂平安。再来就是什么？每一天的日子都是很尊贵。啊，24点钟哦，好哩呢，8点钟上班，也有搁加班一个，上无还有8点钟的休困，还有几点钟的时间，吼，好哩，家准备。你的人生该怎么过，该怎么做，你自己有一个本，好，人讲有一个本呐，好，叫做根，根来的本，你家己想好啊，安尼呢，这条路就好行了吼。那祝福咱的孙爷孙姐啦吼，大家拢会当安尼啊，伫龙年呢吼，好好的过，吼，心境吼要开朗，凡事吼要。放松了哈，安尼日子才好过日了哈。要感恩的就是志工了哈，啊，咱的土地也好，志工也好，好，咱为将我初一加张，好，一向了哈，拢家家己厝的工课帮咧，好，安尼来讲呢，头疼甲尾了哈，真的会让人感动了哈，就是无去外口佚佗，啊嘛无去一世界行，就是来讲呢。好，安尼为初一定甲初五圆满。好，初五唔是圆满啦，是讲定甲初五，因都爱阁等伊开工啊，吼，爱去开工，开工做工课。好，安尼呢，吼，互我感动甲真正，我感觉讲，你甲过年无去佚佗的时间，拢来伫慈恩毕生宫，甲咱多做母牛圣庙吼，做只好吃的工课，做只吼啊遮盖布云的工课，真的大家很辛苦了吼。啊，也祝福哈，咱家所有的哈啊，有心哈来到帮咱，好有心来扶持的，好即所有的地主啦哈啊，家运顺利，好啊，事事吉祥，工作中呢哈，会当拄着好的贵人，两年会当大发利市啊哈，嘿，伫遮再一次的感恩啦哈啊，工作人员很辛苦。尤其是咱公的吼，即个公务人员啦，包括会计啦吼，包括底下咧写文书的啦，包括啦来外来的师兄师姐，伊嘛看到无闲，伊嘛到三工啦吼。啊，这种群力合作啊，大家一旦用这种合作啊来完成，那今天还是一样照办啦吼。啊，咱赶快透过这个继续到正月15啦吼。元宵啦吼，啊，所以元宵过啊，咱就是啊送啊，咱的九曜星君和回天啦，归本位吼、哦。咱诶，这个啊，流年吼、哦，两年的流年驾神的流年的统一这一届，就算一个圆满啦吼。那今天还是一样到15号啦吼、哦。有诶问我讲啊，你中午当插板书哦，只要是要紧的代志，没想都袂甲你推啦吼、哦。啊，那是讲。要过来做统一这届，咱就是先把这项工作先把做好圆满啦吼。啊，报告就是讲，咱的春季法会，吼、哦，伫日啦，咱圣庙本来已经看伫3月7、4、5、6这三天，就是咱的春季法会。吼、哦，啊，咱要报法会，吼、哦，咱就是用正月十五过，
吼，正有十五过，吼，咱陆陆续续才开始报名了吼，啊，咱有报名表，咱会当先甲写写咧，吼，啊，咱的手印先甲缀缀咧，吼，啊，甲用寄嘛会使啦吼，来，甲所有师兄师姐所感恩的，咱这吼多亲啦吼，孙阿姐，吼，非常感恩，今日呢吼，正月初六。又果是驾驶人新的流年的运道的开始，就是每一天齁、哦、都会有很好的收获齁、哦、家庭圆满齁啊事业成功啦齁、哦、身体更加健康，直接祝福大家啦齁、哦。春夏秋冬季。来咱来听一段较活泼的。如果我年少不轻狂，兴风不作浪，不那么嫉恶如仇，读懂世态炎凉。如果我卑躬一笑，然后摧眉折腰，是不是大事化小，忍气吞声罢了？好歹父子一场，道别的话不要讲，今生养育之恩，来世报偿。就自我抱剑一把，然后转过脸庞，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且待我三头六臂或坚强，有谁人能阻挡？脚踩烽火，踏破凌霄沙。然后摧眉折腰，是不是大事化小，忍气吞声罢了？好歹父子一场，道别的话不要讲，今生养育之恩，来世报偿。就自我抱剑一把，然后转过脸庞，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且待我三头六臂或坚强，有谁人能阻挡？脚踩烽火，踏破凌霄沙。且待我出宝暗亮正一掌，才回到你身旁。区区神仙不作孽吧，我三头六臂。
来，咱讲道场，也就是予咱呢随啊这啦吼停留放松的地方。道场嘛是一种停留，会当放松的所在，啊，就安尼看看的所在，吼、哦、啊，咱呢希望的就是讲学习的吼、哦、师兄师姐也、啊、好啦吼、哦，啊，咱要充实各方面的学术啦吼、哦，要增加智慧的也好啦吼。先、哦、讲因为咱母娘为什么吼伊、哦、会讲庙，唔是讲神吼、哦，真灵感。众生来求，吼，个个拢会当吼感应，吼。啊，那安尼财神，大家拢乞食罗汉，拢会当去拜财神。啊，财神都爱有边境啊，未使讲干那好嘢，愈好嘢，啊，善的拢安怎求啊，求无。吼，即个甲咱平常时啊咧讲，现在最夯的就是财神，吼，很多人就喜欢去拜财神，啊，也很多人喜欢拜福德正神，吼。这就是在跟我们说，这是现在世界的改变，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想要较紧的赶快、哦啊、能够有好的结果跟、哦、时机来配合神过来跟我们斗三工一下、哦、这是无可厚非的、哦、但是人都有四条，人都有命格、哦、他都有中上阶级、哦、他都有一个级数在那里，啊，咱人呢？咱讲别人去求，啥求？啥甲咱去求求无？吼，啊，咱都足脚去拜，啊，啥人拜拢拜，有啥咱拜拜无？咱袂使去怨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家己的因果。吼，前世你做多少福报？吼，你今天得到了多少？吼，神佛的帮助，迄拢甲你的功德有关系。吼，唔是求的关系，是甲你的功德有关系。所以咱。有时阵爱教咱的孙兄师姐讲，人的命唔是每一个人拢同款，吼，唔是每一个公司，也是每一间工厂去拜财神拢有效，得爱看你头壳的理念，吼，你的公司拄好营运甲资嘛，吼，这个时阵去拄到问题，吼，什么问题是世界通膨的问题，这你安怎去救？吼，这嘛是有所帮助，但是不可能一下就改变。因为这是世界所有的人呢，掌控在这个世界所有的吼、哦、磁场，啊，甲这所有的啥，吼、哦，咱讲金钱，伊就有一个联系的关系啊。这种的经济嘛是世界有一个联系的关系，一个我就一个联系的关系啦，吼、哦，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咱要甲咱的吼、哦、道清讲的，吼、哦，虽然啦，每项是一个差。人讲财疏水浅呐吼，财疏学浅的人啊，这是要甲咱吼诶朋友讲者，就是咧讲无形中啦吼，咱拢会听到啊，一挂孙啊，这有一挂心结啊，就是说我就很认真呐、啊，吼啊，精神也很认真呐、啊，但是咱拢无去想到一项吼，咱足认真无唔对，咱即马认真咧造福，认真咧。在行功，也许哦，好、哦，咱前世没有带来太多的福报，那今生比较辛苦一点。但是今嘛呢，好好啊去甲修学，好好啊去甲认真，吼、哦，人总是，吼、哦，有人无先啊讲有轮回这两字，就是有安尼的情形，吼、哦，造出来。为什么你人家有的根本连拜也不用拜，他的公司也很大间，吼、哦，也不是安尼。人要改变你的命运，吼，要改变你的人生，咱首先先爱了解，了解啥？了解基本的，人咧讲基本的是啥？基本的当改变你的命运呢？吼，唔是神通，基本的当改变你的命运呢？唔是一直求神拜神，而是你本身的智慧要有精进，要有长进，吼。担刀修刀啦，是就是一档事啦吼。所以咱讲修刀，人嘛爱充实各方面的学术来增加智慧啊。因为有了智慧，就会当运用咱日常生活。所以讲，咱伫生活当中拄到问题，万免惊吓。吼，这就是咧讲，未使讲拄到问题，吼啊，咱才开始吼要来用
好，什么款的方法？好，安尼这样也不是对的。好，咱家己知影讲，知识是虾米人甲你创造，是你家己；智慧是虾米人甲你训练的，嘛是你家己。要来解决所有的问题，面对所有的问题，判断人生的是非非是相，好，都是你啊。你捌啊，你才会晓判断是非啦。好，啊，你已经了解啊所有的问题，你能够知道要从中去解决的事，你已经了解问题出在对啊。这就叫较早的人一句话啊，讲人活甲老，就学甲老。一个大环境内底，每一个人的人生际遇都不同，遭遇也不同，所以咱今嘛吼来讲，所有的神呐、啊，最夯的是财神。但是你去问财神，我每一个来求，跟我每一个人拢中奖；每一个来求，跟我每一个人拢成功。干那世间就无善良人，吼、哦！财神伊敢有分别心，伊嘛无分别心。问题是你求有甲求无的原因伫对，咱比虾米人佫较清楚。就是福报不够，所以讲财神也不会大细心啦，或者精神嘛袂大细心，哈都不会。好，所以咱即马就讲整个世界大环境内底，好每一个人所有的债务拢无同，好际遇啦所遇到的都不同，遭遇的也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也因为这些林林种种，才造成各种不同的人。无同款的人，无同款赞助的人，无人也讲365行，有人做这行，有人做一行，什么款行业都有人做，拢爱用身体吼，爱用咱家己的体力去做的，咱嘛在做，啊，就是咧讲做工人，伊一定爱用伊的肉体、身体去做，吼，这嘛是人，所以咱人呢，伫身躯边的事物，吼，伊所甲咱包围的遮，吼，咱无都软的处理的。有时候我们讲说啊，身不由己，只是少数人呢、啊、能够跳出那个框框，好、哦，大数的人都跳不出来，是因为家己心中无一个准确方向跟目标，你家己都无一个准确的方向跟目标，方向跟目标是要依靠足大的耐力跟毅力呢，好、哦、啊，你无这足大的耐力跟毅力，好、哦，你能做到的只有。你有具备大智慧，哈、哦，安尼呢，你才有可能。所以有时阵呐，哈，咱会甲咱的道亲讲说，听这个理，最主要是要甲咱讲，不是说全世界现在只有财神最夯，有很多神圣，他都来这个人世间，要来教化一切众生，先改头换面，先甲咱家己车起海带，先放下。吼、哦，啊，无咱释迦佛祖，伊会交代落来，伊教经也是安尼甲恁讲。吼、哦，如果啦吼、哦，世间人无改变的话啦，伊所讲的遐道理甲概率应该嘛无路用啊吼，也会没有用，因为你无相信啊，你无相信佛祖我讲过较济，你嘛无法度去入伊的理啊，对无？阿弥陀佛，你规工念几啊万遍啦。阿弥陀佛嘛，感觉讲，啊，你是在放我吗？好、哦，你现在还是用这一句话来求我什么吗？咱不是安尼，不是用这句阿弥陀佛你来求我什么？阿弥陀佛来保庇你什么呢？好、哦，阿弥陀佛爱你开智慧啦。好、哦，啊，咱某娘今仔日会叫这个传令兵啊，讲来电台。好、哦，来电台是要创啥？来电台是要来这跟恁开讲，互相先发几句吗？不是哦。母娘很有，好、哦，伊要做的工课，伊甲咱讲的工课啊，每一项好，拢、哦、是啥，拢是要互你有法度伫风风火火当中，好、哦，伫你的所有的这人生中内底，好、哦，这些问题，互你有一天向向你会去醒悟，向向你会去了解，原来做人是这样。所以讲哦，有个人哦，啊，我念佛，我念足久个呀，啊，念无啥物感应，无我往过来信佛教，好、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说人都是在考验神，这人拢在考验神呐、啊。我今嘛拜足久个呀，哈，啊，
但是拜个芝麻来啊吼，啊嘛无感觉咧，无感觉看有啥物款教会佫较好无？啥物款教会当互咱安怎？吼，所以咱就会佫再换啊，换一间，换迄间，换迄教，换迄教，就到尾啊呢，咱人就会变成真正恍恍惚惚在过日子。你也不相信你自己啊，也不相信你每天所念的所有这一些，吼。啊，咱讲阿弥陀佛也好，还是讲念一挂经典，道教经典嘛非常多啊。吼、哦，咱道教这個北斗经，咱拢会使念，母娘的真经嘛会使念，道祖的经嘛会使念。但是念绝对唔是求，念就是要让你开智慧。念经会当开智慧，念经会当让你心情开朗。念经唔是要求这个经来解决你的问题，是要让你的智慧。提升了后，用你的智慧去解决你的问题，这才正讲是神要做的工作。啊，那神拢来替众生担这所有的这业障，吼、哦，啊，解决这问题。那神佛下凡要干嘛？所以咱入道入圣门，吼、哦，咱要做的工作，想要神圣会有一挂责任来交代一挂这地主，吼、哦。会当的，就是心袂当开口，爱有人吼替神来吼，咱讲开言讲话，这拢是希望的。吼、哦，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吼、哦，在潜在意识里面产生了一些隐忧啦，啊，忧郁症都造出来，吼、哦，啊，过来的躁郁症也造出来，幻听幻看拢造出来，好、哦，包括一些精神上出状况的人。有愈来愈多无？有，伫这个心底深处内底，吼、哦，有一道真深的伤痕呐、啊。这个伤痕导致他们出现这个状况，是因为害怕，好、哦、面对，好、哦，所以咱无法度选择的人，我选择逃避。啊，现在有很多人在逃避呀、啊，不愿意去接受，爱的选择逃避，爱逃避越久了，好、哦，隐藏越久了。啊！伊就愈无机会，日子一天一天过啊，吼、哦、啊！所以咧讲吼，要去关心吼，即、哦、个所谓属下即道亲，身躯边呐有拄到一挂问题，吼、哦，你也不要排斥他，吼、哦，遇到了问题要慢慢解决。所以咱人爱耐心来去甲关怀，即脱离心灵上的困境。所以讲，足济啦。足多人修学修到尾啊，我都脱离上心灵上的困境，还是会吼、哦、一直吼伫咧怪罪伫道顶，未讲为神。吼、哦，这有时阵啦吼，不是这样子啦吼、哦。所以每项呢讲的是简单谦卑啦，希望啦吼、哦，每一个人拢爱用这种无为无私、无求回报的心，好、哦，才是真正你有入道啦。好啊，入道你就要开始还会学会悟道，入道了你也要悟道。好、哦，和咱在这堂上上课的时候啦，你的内心会发出真心真意，好、哦、用这份真心真意去，好、哦、去做去学，咱身躯就会散发出磁场。好、哦，这磁场的气有分，好、哦、有真有假嘛，哈、哦、是骗不了人的。好、哦，所以咱讲哈，心佛是慈悲的啦，哈、哦。希望讲，咱每一个吼，啊，咱讲合作，吼，道亲啦，吼，后拜自己拿捏啦，修道是一种真正的真心，吼，啊，咱唔是甲提来讲吼，啊，我都有拜就好，吼，其实啦，有拜，吼，咱提升，学历嘛是爱提升啊，吼，咱有个人讲，现在咱读册爱读个遐悬，才华嘛。才华呐，较悬的人，学问较悬的人，学术较悬的人，伊就伫咧较悬层的顶悬。学历较悬的人，就比咱搁较悬层的顶悬，同款的意思啊。吼、哦，咱人修行嘛同款啦。有人讲满腹文章，吼、哦，满腹经纶，你要好好善用啊。吼、哦，最后也就是人所有的这到落尾，吼、哦，人讲盖棺论定啦，吼、哦，盖棺论定。你真正发扬光大，好好去善用伊，啊，你就不会遇到事情就躲，还躲得远远的，用鸵鸟心态去逃避，安尼足可惜的呢，
吼，足可惜的，因为人一世人拄好来一届，拄啊要防磨练尔吼。以前咱唔知未来也唔捌吼，啊，今生就是拄到课都就磨，我们要用这样的，要用这样的吼，身怀绝技啊吼，拄到也好，困难我都甲下好过，吼，我绝对袂放生我家己。天神也未放生你啊，因为你无想要放生你家己啊，天神都未放生你啊。好，啊，你唔好用鸵鸟的方式，好，鸵鸟的心态去逃避。好，你先逃避了，那神找不到你了，他也没办法，因为他神未嫌你戆啦，未嫌你讲吼学历低啦，啊，未嫌你你安怎，伊干那爱你一粒诚恳的心。所以人看见咱家己呢。因为天生五才必有用啊，吼、哦，这每双常常咧讲，天生五才必有用，吼、哦。人来到这世间，一件上严重的代志，就是你在把你的人生，吼、哦，已经糊弄到吼、哦，到最后盖棺论定的时阵，你家己无一点、无一点的向上的心啦、啊，吼、哦，你还是吼、哦、这样得过且过，啊，你讲多一尊。我都手揪长长去解斗三工，是你爱手揪出来，好心有现出来，好神所有的神佛菩萨都是慈悲的，伊拢会甲咱斗三工，所以吼，每一年啦，吼流连温度拢无同款的排帖，吼所拄到的温好温呢，哦赚足济哦，但是若拄到问题，我们呢一定要承担，为什么？一世人无迄个好诶，拢伫咱这边；嘛无迄个歹诶，拢伫咱这边。哈，总是三年一温，好歹交轮。好，所以伫这流连诶轮来轮去当中啦，吼，都伫暗中呢，拢有足侪心想伫甲咱斗三工。好，搁一样就是，你心有所感，好，你所做付出的事，神佛不是不知道，因为。天有一面镜是透明的啦，你的起心动念伊拢知，你做到什么程度，他就扶持你到什么程度。这是梅香刚给你肯定的，有做就有功，有做就有，能够有苦劳，必然都成功了哈。那生活菩萨绝对会哈，让你在这个人生中呢，会遇到非常好的，遇到什么款呢？好，好代志。哦，咱拢爱，还是要动的那一句话，感恩呐吼，感恩，因为有感恩，咱才会当吼，互咱继续啦吼，用这个善良的心，吼，感恩天地，啊，感恩周遭扶持大家的兄弟姐妹对咱好诶，我们都还是要感谢啦吼，嘛是爱感谢。来，咱即卖来听一段母女的歌。邀请咱的道亲呢，作为来分享了吼。来，慈天必生公呢，咱的服务电话591605哈。哎，即马大英老会温有开始咧上的时阵，咱就会甲咱的道亲的吼，陆陆续续恁所吼所订的这香品啦吼，啊是讲恁有得食的吼，啊三高宝啦，吼啊是讲咱的这保养的吼的物件。拢会到了受伤，甲恁家教互相啦吼，来面向再一次的感恩啦吼，谢谢你们。心是情，菩提心是情。
对信歌听三通电话然后感恩然后师姐有从高雄的打一通电话啊咱北部的两通你说梅山师姐我今天要去宫的呢啊下昼到有在办哦当然有啊就是这届啊哦这届哦可以啊啊我们要去差不多什么时间开始报名你们时间到就是两点开始然后两点开始伊讲，因过年唔敢出门啦，讲吼，迄、大家你看游览，看无讲看迄个啥高速公路啦，吼，迄车呢踏踏顶，讲无啥敢出门。啊，今天才想出来绕一绕啦吼，啊，到慈天必胜宫来，然后甲母娘呢吼，啊，甲咱的圣驾吼啊，拜一个晚年啦吼，欢迎啦吼，欢迎咱的师姐啦吼，谢谢你。啊，听咱的节目啦，听差不多20年有啊啦吼。他每年呢，拢甲咱，吼、哦，咱讲春秋两季，伊拢有参加，因为有参加呢，真好。吼、哦，春节伊冇参加，秋节冇参加。吼、哦，伊讲安尼做吼，我感觉家庭足顺的，囡仔嘛讲介乖。吼、哦，啊，代志都顺顺啊做。吼、哦，安尼也感觉讲有感应，然、哦、后啊，所以说有做什么事，
吼、哦，咱最主要是咱家己知啦吼、哦，咱咧做嘅工课，吼、哦，唔是像人讲清清菜菜，甲你呼呼嘅安尼就好啊。我们在做的，不管是春秋两季，还是咱即马咧做嘅即所有科仪啦吼、哦，是应着咱玉帝所讲嘅，吼、哦，咱依吼、哦、咱玉帝给咱嘅旨意，吼、哦、所做嘅即工课，吼、哦，希望嘅啦吼，拢会当帮转到一寡孙仔孙仔吼，啊，咱即所有嘅，吼、哦，咱。温度每一年拢在交换啦吼，每一年都有新的运，每一年都有所有的一切，吼都会有一些改变啦吼。啊，咱讲改变归改变，咱嘛是要按天理行，做人就是要按天理行，才有机会。是安尼讲，顺天理行，所以人会讲也是顺天食生，啊，人恶食亡，就是安尼讲。好，所以咱就在讲。做啥做啥，拢是要按天理行，才有机会啦。因为所谓的人，就是所有的体悟、觉心要调整自己的人，吼、哦，伊家己就知影讲啊，拜神我拜一点心，吼、哦，做诶代志，我相信讲天有咧看，啊，咱诶心无歪错，当然照天理行。咱拄到啥物代志，就大事间化小事，吼、哦，即讲会该转嘛，一定会啊。啊，这就是给咱机会，啊，咱嘛是爱家己呢吼，检视我们现在做的是对，哈，按天理行，啊，检视自己是对的，我们就，哈，啊，多扶持多做，啊，大部分的人呢，有时会误解，哈，会误解讲，啊，我都干那去拜，啊，拜神了啦，吼，也阁无法，无法度马上改变，其实要马上改变，不是，哈，咱个准，你免袂使。车嘛，袂使讲你话要洗头就洗头，你咪看后边边有车也无车。好、哦，咱若拄到问题的时阵，唔茫误解神，有时候要给他机会。好、哦，不是给神机会，是你爱搞时间，伊也给你机会。但是你爱也要去超前。一般的人呐、啊，生病了也是很急。好、哦、啊，我马上来创啥？啊，来改改这这，应该身体就会好。你嘛爱有心，爱有身体细胞休困呢，吼、哦！医生甲你判定诶，吼、哦，不管啥物病，吼、哦，咱唔是讲医生马上去包药互你食，你随好呢？不可能哦！啊，咱应化心，吼、哦，咱有感应，心有感应，伊是保护你大条诶，好、哦，你会当安怎？会当化解大化小，吼、哦，后壁因豆豆收煞。每一个人，吼、哦，拢未使误解天。嘛，袂使误解心性，啊，嘛袂使讲遇到什么时候，你马上就要趋吉避凶，好、哦，马上就改，马上就要趋吉避凶，什么事都不会发生。那安尼我来讲啦，无到一尊神吼、哦，有这样啊灵感的讲，甲你保证，好、哦，保证讲，逐项都甲你趋吉避凶，你家的什么事，什么都不会发生。从此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一帆风顺。然后这尊神，你甲我讲，我甲跪三昧三日，我嘛去甲跪。好、哦，不是这样子啦。一般人的病有两种啊，一种是肉体的病，一种就是从外观可以看、可以辨识的，就是心灵无形的病，足济啦。对外观来讲，啊、哦，咱来看，这个人，你甲这个身体慢慢的，好、哦，一直甲拖，一直甲磨。唔爱去看医生啊，就是一直甲拖，一直甲磨，磨到大病发生的时阵，你看多一个医生外高，多一个医生也技术外高啦，伊就解讲你伤慢，啊，有你伤慢来，为什么？啊，你这藏了伤久，重病伤重，人未使安怎，你知无？未使讲，嗯，啊，有病会拖你，啊，就甲拖，一直甲拖，拖到医生去，甲你感觉讲你已经伤重症啊。唔代表安怎家己医的时阵，你家己买后悔呢？人到底生什么病，都是因为咱有五毒病啦、贪啦。工作认真做嘛，是一种贪嘛。吼、哦，啊，为着认真做，你放上你家己的性命，安尼嘛算贪。吼、哦，骨一样就是啥，心火呐重的人，伊买火烧宫殿呐。心地若无清楚的人，讲话嘛讲高傲慢，一定的。啊，佫一项佫较严重，叫做疑神疑鬼。几乎每个人都有，吼、哦，有这个疑神疑鬼。啊、疑神疑鬼到什么程度？我听到那关就变跟神经有问题啊呢？
啊，心灵无形的病，甲甲做伙时阵哦，来讲挨卡掉，卡掉是安怎卡？有时候是我们心的问题，心念的问题啦。所以人真系忧郁，吼、哦，伊个差异，有个人会当，有诶忧郁伊会好，有诶忧郁症伊袂好，原因的差异就伫遐。找未到药方，唔是找未到药方，吼、哦，是因为你的心无愿意转变，无愿意听人甲你讲。病人啦，有时也会发病，差异是在他自己啦，吼、哦，唔是有个人几贴药食会好，有个人永远食袂好，原因拢有。因果也有，再来就是固执，不愿意相信别人啊，这样就耽误自己了哈。来，今日呢，梅香呢，讲到这啊，咱也是有需要哈、服务啦哈。此人必胜讲的服务电话，我叫5605。今日赶快有做这个这届保温的工课了哈。啊，直接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